早安，哦，你出国去日本玩呢？哦，好棒哎！哦，你去两个国家了呢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有去韩国，哦，这次去日本，你去玩雪呢，你好棒哎！哦。一岁三个月去日本玩，欸、哦，还会自己吃饭哦，你好厉害！日本呢？有没有记得？哇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我觉得你可能，那有可能是他这个比较短，他比较好那个。啊，你儿子都买一般汤匙，太长。我直接给他踹出来，这么厉害哟、哦，真厉害哟、哦！爸爸，来，好像可以坐了。你说老师，我去日本玩回来的，我今天要去上课，啊、哦。你说老师，我今天要上课，我知道，哎，不要再打给我了，我等一下就去，嗯，哇，好久没上课了呢，哦，我上课去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哎，走走走，哇，好久没上课了啦，要签签了啦，哈、哦，你的专车在哪里？你的专车、啊，哎呀，在哪里？哎呦哎呦，知道哦。哇，还记得的哦，还记得专车在哪里的？小朋友啊，你去日本玩那么多天呢，啊、哦，今天要上课喽，你知道吗？啊、哦，你要说阿公，我知道，你看，啊、哦。乖乖，哦，还有记得要上课的，好棒哎，好棒哎，有记得来这里洗手哦，有没有记得？嗯，有、哦、上课、哦。你说我来看猴子了，我来上课了，哦，今天星期四哦，哦，我来看猴子。跟猴子说我要去上课了，哎，哈、哦，走走走，上课去，上课去，下课了，好高兴哦，哈、哦，小猴子，我下课了，哇，好快哦，哈、哦，然后我下课了，我要回家了，啊、哦，下课了，洗手。好久没有上课、哦、啊啊！对啊，啊、哦，我们回家有没有高兴？啊、哦，早上哭哭呢，啊、哦，要回家你忘记了呀？我回家剩了，我你忘记要回家了，还在这里玩，啊、哦，你说还知道了，哦。嗯，走走走走走，哇，你说我知道啦，哦，到家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到家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到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哦，明天阿公再来，哦，明天阿公再来载你。